超新鲜，超好吃。只要人能知道一间就是日本的非常非常好吃的烧肉，而且重点是它中午时段呢只要日币950块钱，而且吃到饱，吃到饱950块，非常非常便宜，有没有？哦，前面好像已经有人在排队了。好，就是这一间神保町食肉圣塔。然后他每天呢都会从市场呢进那个最新鲜的心跟肝哦，上面的这个呢是猪心，今天有进107人份，然后下面的猪肝呢今天有进104人份哦，然后这边也有写说，哎，他是什么时候入盒，什么时候进货的，非常的清楚哦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排队吧。然后要注意呢，他这个吃到饱呢是只有中午的时间而已哦，晚上是没有的，这点要注意哦。这个呢是它的 menu， 它总共有分成 A、B、C 三种不同的 set， 然后是45分钟的950，然后 A set 呢是两种肉的组合 ，B 也是两种肉的，这个是咸味呢跟味噌，然后这边是酱味的跟味噌，然后另外这边是它的最主要卖的就是内脏类的，就是咸味的心跟肝，阿伦大推荐，一定要点这个来吃吃看哦。那个呢？这个呢就是今天的主要的主角啦，就是肝跟心。好，我们马上就来烤吧。超 Q 的。好棒的画面。OK， 第二个字，先生，再见了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